希望你参加这个活动里面，你把农村的一面带回学校去，带回到你的家人，让你的家人，让你的学校，让你的朋友们可以知道农村是个非常有创意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更希望邀请你的亲朋好友回到农村来，年轻农村需要你。如果大家有幸进来到这个团队，我们就是要用创意跟活泼来决定最后能够入到前十名的团队。啊，事实上那个参与的过程啊，我觉得让大家好都更感动，更觉得说哇，那个大专生会有的价值就在于你们进到农村之后运动。到最后我们的成果发表会，最终目的已经不是那十万块，也不是第一名的名次，虽然讲实话没得到还是蛮过的，但是我们这整个暑假的收获是我们大学生活最精彩也最充实的两个月。还没有出社会，还在大四，还没有出社会之前，先到社区去历练一下，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你要参加什么比赛一定要热情，你去想说你一辈子最想完成的梦想是什么。农村社区它最大，它倒也不一定说你们可以带给他什么，但是你让他心灵上让他觉得说我还是有被人家重视。你们的热忱，你们的纯真，在农村里面很需要。好，谢谢，就这样。加油加油！是我很爱这个团队。谢谢。
这一颗，你是叫我处理这一颗吧？对，前面一捏就可以用到的了。好，大家好，我是就是之前第二届的，然后是在是做后龙秀水社区，因为那边都是就是讲台语嘛，就是你很会讲一些单字，他们就可以知道你要什么，所以说只要不要害怕，勇于开口，就是你的练习的机会。你不能因为你自己有想法，然后就丢给他们，因为你一开始你就是一个大学生。他们凭什么要听你的？所以你一定要跟他们，就是多了解他们真正的需求。然后有些东西是内化，这就是我们参加回游要去跟，就是跟农民沟通，知道他们要什么，而不是我们要给他什么。因为像我们局长们沟通的沟通，还是了解他们情况，到社区。真的要把一些负面，从现在开始，记得哪个最好。一位年轻人力量虽然很薄弱，但是十位年轻人梦想是无限大的。相信自己，我们相信自己，我们可以做得到。那我们也相信，就是大家彼此都已经有彼此的感情，因为我们在学校都已经常常碰面。那我们相信，我们到社区之后，一定也是更让彼此更密集这样子。塞子了，你们干吧。在团队中的每个角色其实都很重要，然后进去社区其实最主要就是我觉得是沟通跟社区的协调，然后还有就是把自己放下原本在学校所学的东西，先聆听居民的东西，然后把自己的创意跟透过沟通，然后完成他们完成社区想要完成的，跟完成我们自己大学生的创意在这个社区里面呈现出来。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就是旁边的居民啊，就是会很用很陌生的眼光注视你。经过丰年祭之后，因为就是跟大家就比较热络之后，然后他们也帮我们取了助理的名字，我叫吴贵，就是吴贵，有鬼。我非常期待我们这些同学真正能够在这次的 Long Stay 里面，然后呢，去体验一下多元文化对我们这社会、这个时代里面的一些影响。然后呢，在这样子的一个体验之下，未来能够对他们的工作或者对他们的人生呢，有一些新的一些启发。今天就风太一摆，明都大学生早起七点就来到高区营的苦瓜园帮忙采收苦瓜。因为这次风灾，想说来了，然后刚好大哥这边有需要，我们就过来。然后我们就想，他们有说需要帮忙，那大家都是农村的伙伴，那我们就一起想说，好，那我们没关系，在隔壁又很近，就一起过来帮忙这样子。这么真侪人拢来这打卡，我又来打卡的时阵，阮就送一个毛饼干，所以这么目前吼，真侪，应该算讲吼，真侪拢在来这吼，拢带小朋友来这翕相。
后甲酸酱跟芒草。它这是什么？叫做甲酸酱的，它是一种算是野菜类的食物。美乃滋的酱，然后再加就是加其他配料，然后所组成的一个像是沙拉酱的东西这样。这两个月它可以是蝴蝶效应。我觉得它真的是可以是蝴蝶效应，他们就是一个媒介了哈，点这把火，让我们可以把永丰社区这个点亮点烧起来，把那些老人家都带动起来了，他们也很开心很高兴啊，给大家听个，希望他们常常来。第一天来这边，我就把他们带去割稻，最传统的割稻，非常累哈，所以他们还是尝试了，也不简单呢。这些年轻人哈，能够弯腰做农人，这个真的是给他们一个学习的机会。小朋友都黏着他们啊，都跟他们互动很好啊，都跟他们感情很好啊。我想那些小朋友会怀念他们啊。我们也爱你们，哥哥，谢谢你们。我觉得他们不管明年是不是大专生会有的团队，我相信每一个孩子他们都会再回来，因为对他们来说，这里就像他们的另外一个家一样。我们就先选出了五个部分，是一种帮助面具的感觉，请不要说是助攻哦。你有吃过喜忧果味的吗？有吃过可以举个手吗？哦，还好大家都没吃过。那有100%的民众觉得矿石冰具有当地的特色，因为我们开矿社区就是矿石。其实啊，我们在这里长期住在这边啊，好像有宝贝在旁边，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他们进来以后呢，把这些宝贝都挖出来，比如说像柿子啊，我们这个柿子呢啊，平常我们就是摘了以后脱色就卖出去了，啊，或者是呢加卖给人家当加工，价钱很低。我们没有想到说柿子呢可以加做一些冰啊，做一些其他的副产品。来提高我们的这个
这个市值的价？之前其实我只是一个队员，然后这次就是要帮大家升大四，然后其实我发现自己还嘴巴还蛮厉害的，那个讲话或者是真的要担什么责任的时候，或者是要去跟谁接触的时候，就是我自己责任心就有比较，就一种感觉比较重，就是想要跳出来帮大家这样子。就是可能沟通跟协调的过程，就是我觉得自己学到很多东西，那也从跟他们的交流当中，就是觉得就是知道自己的不足。当然每一个部分都会学到很多事情，那我觉得在人的身上学到的是最珍贵的。我其实不敢看的照片，是因为这一个月发生太多太多的事情，真的没有，就手在抖。就是我们都已经没有陪伴在他身边了，可是陪伴他的是那一块铁，他的已经不是说，我种这一期的茶叶可以有什么金钱的收入，就是那个怎么讲？是我半年没有回家，然后参加了这个活动，真的让我开始觉得，我也好想回家。就是经过这个活动之后，我觉得，因为他们需要我，所以我觉得我，留在，就是愿意卖气，对我愿意全卖身气，就留在这里。包装设计，哇！理事长、现场的观众，大家都很好奇，丢过来给我们看看好不好？
定就是要量产开模了，所以大家再过一阵子来到我们三角社区，就可以把三角民众给带回家。今年的暑假多了十几颗的石头掉到这个水池里面，激荡了一些涟漪，几波的涟漪也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改变。也谢谢这些年轻人把峨眉社区带进一个不一样的氛围里面。土地是我的老师，我们要弯腰向土地学习。最重要的是把小米种回去之后，许多的文化就可以慢慢种出来了，对不对？那时候我们在台风前与明道大学共同到公馆社区一起享受大陆妹。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合作比竞赛更重要。经过这样一个，然后这位是我们多纳的头目，你们是好好的选手。噔噔噔噔噔噔，导览地图，好多照片都好漂亮啊！如果这些照片能拿来做明信片就好了。噔噔噔噔噔，多纳明信片。当他们选择了梅花部落的时候，刚开始他们并不知道进入部落是这么的困难，他们要接受的是社区的人对他们的认知度的认同，所以他们克服的万难，虽然有同学陆陆续续离开了，但是至少他们还留住了一部分大部分的同学的心。想我真伤心，只是有时饮酒会落袂发脾气，食薰搁调歹味。因为这次参加比赛无法两者兼顾，所以只好向老板请了长假。但是我开始后悔，因为我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经过两个月的驻村，我的努力可以让受到大家的肯定，让我很开心。如果还有机会，还会再参加一次比赛，因为我不后悔。这首《茉莉花》是由湖北科技大学的同学他所带来的，他手上所拉的呢是二胡。他说他其实以前也会拉二胡，可是呢没有想到他今年从湖北科技大学进驻到鼎溪社区的时候，发现在鼎溪社区也有比他会拉二胡的农村社区的伙伴。在二胡之后呢，我要介绍的呢是刚刚已经唱了两次给大家听的。他不是只有会苏三起解，还会王导插着。Come on.
社区是翠峰。